前边等，他那视频就说了，前边等，他那前边是有舱门的，为啥他蜜蜂飞不出来呀？还是不想说啥了啊？这会在有舱门，为啥蜜蜂出不来呢？我先讲一下这些东西都是干啥的。这个前面是防潮片，这一看就知道了，我就不用说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咱那个污水槽，污水槽是可以直接取下来的，取下来就是咱污水槽上面长那个蜂王的，防止蜂王爬进去，爬进去以后就淹死了，就防止蜂王爬进去。还有咱那个一包小东西，这个就是咱前边这个通风口上的长的，也是属于那种防止蜜蜂飞出来嘛，乱飞。这个如果需要打开的话，就是把咱那个前面的前面防潮片给拿下来，拿下来以后往下一打，盖上盖子，让他们看一下。这个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就是咱那个通风口。然后这几个东西就属于咱里边带的槽框，这个我先不组装，我这边先。